你这个是什么籽啊？哇，很香啊！你闻闻。哦。我先帮你喝一口。啊。这个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所以说，这边，你说什么？这边这个茶叫什么？当地这个茶，怎么英文怎么喊？我忘了。然后你看刚才点了，陈伟点了这个，看着很漂亮啊，是不是就这边的植物做的呀？这是好看不好吃系列吧？不知道，你看这个桃是什么？不知道。那我这个怎么吃啊？吃吧。哦，有熟的。是肥肥的甜点。对，因为早饭没有吃，太饿了。这就简单吃一点吧。可以了。送错了。对，刚才送了几片那种正常的面包，然后吃的差不多了，他说送错了，又换了这个。没有，也吃不懂。嗯，你看看这个啊。真不好吃，这个就是一些，感觉些什么东西啊，芝士啊，乱七八糟的。然后这些这个拌的这些蔬菜味道也不对，丸子还可以啊，丸子其实还可以，丸子这个就这个不好吃吧，真不好吃。这个就还行，面包加大饼就对了，嫩啊，加大饼味道正常一些，加面包就不对。刚才不是加错面包了？它这就是一个大饼。你大饼现在加酱料吃一下。好的，我吃一下。哎，早就开始了，装够了。等一下，我把嘴里都吃。衣服捋一捋，内裤穿一穿。你们这就一分钟过去。好了啊，这对一共是373嘛，然后再加10%的小费，这已经含税了。你拿颠倒了，故意的，别玩啊。来，看了吗？拍了，好，可以。对，就373一共。加10%小费就400块钱嘛，400莱特就是200人民币。373加10%不止了，人家都写了最少10%，甚至更多。那怎么办？那你就写呗，我觉得下面写个400块就行了，我还有强制来的，然后东西最难吃，都是坑。那就这样写了就好了，是吧？好。我们刚吃完饭。然后准备没吃就没吃，真吃不下啊。还行，喝了点水。然后你看前面是朝鲜的还是韩国的？肯定是韩国的。其实就是来这边的话，一般来说都是阿姨会比较，因为有时间嘛，然后年纪也差不多了，有时间有钱就来玩。不是，我就说阿姨都是这样的呀，就喜欢花，喜欢拍照，喜欢什么的，很正常。那刚才那是韩国人吗？进来了挺开心的。对啊，这草地是可以随意踩的啊。先解释一下你的背车。对啊，那我也解释一下，我现在真的很憔悴，很累，昨天坐车坐太久了。昨天坐车太久了，所以陈伟更累，我没有办法。继续说，哎，他们你看，这生活多好。看，专业的，别人总是让我们这样拍，你看这么拍多么麻烦，很麻烦的，你看。是不是啊？你看这个背拍一会儿就累了，这样根本很累。举着很重，那个有多重？跟大家说说。反正加个几斤是肯定是有的。很累，而且你不好控制你的镜头角度，你看了吗？看。对啊。看了吗？对啊。你看看，不好控制，累，这累累的，你看。我过去拍他。就是一下。哇，感觉就很重。So heavy。
So heavy. And you hold it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DJI. Yes. 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Can focus. Can I? Can do a photo? Yes. Use the photo as also. Okay. Oh, okay. 大疆 DJI. GH5 is a good camera. Oh, that's very nice. It's a good camera. Oh, 大疆 All the way. Because you don't. Yes, I'm trying. Very heavy. Okay, we also have one, but we didn't use it. But it's very good because it's steady. Very steady. Yeah. But in the on the car, I use on car that we open the. No shake. Yesterday we fly by helicopter. Okay. And I open the window and use this. It's perfect.可以让他卖这个，买这个机器，这个机器好好使。他已经夸赞你了，机器好啊，真的。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拜拜。拜拜。合个影吧。我们在超市里买东西，然后这是 video。Video. Yeah. It's good.然后买这个买给小朋友，对，然后买了个腰疼全是腰疼的，对、嗯、走吧，这个腰疼我们腰不行嘛，路上总是买这买了十几盒，路上一直贴着用，怕去金马不为没法贴了。我们最后的时候来到小岩这边，因为一会儿就要走了，跟小岩做最后的告别。好的。你在喝什么？在喝什么呀？没有啦。没有啦。这是小岩给我们做的小小岩。你叫什么？Lucky。你叫什么？ Lucky。叫 Lucky。你叫呢？你用英文解释一下，介绍一下你自己。没有啦。你们学校有教吗？是不是？我不说。很简单的。我不说。I'm lucky。我不说了。How old are you? Six. Six. And which grade are you now? One. 我是什么？然后呢？你最喜欢什么？泡面。用英文说。泡面。泡面。那你最喜欢玩什么？喜欢玩球球。没问你呢，你等等。足球。用英文。Soccer. And. Doggy. I don't know. Doggy. You don't know yourself. Doggy. Yes, I do. You do. You explain to. Doggy. Doggy. 小鸭给我们做的泡面。Doggy. Lucky. 我的。你做的泡面，对，你的爸爸好厉害，是不是？你爸爸厉不厉害？他会变魔术。啊、哦，把你变没了吗？爸爸给我买个鸡蛋。嗯。他给我。你叫什么？你叫什么？你跟大家说你叫什么？诺瓦。诺瓦。这个是玉米火腿肠。赶紧吃，赶紧吃，快赶紧吃！好，赶紧吃。吃完我们去机场。嗯。跟你去吗？你们？我把你带去中国。在哪里？去不去？在哪里？中国。在哪里呀、啊？中国在东方。我看不见在哪里呀、啊？在哪里？在哪里？你闭上眼睛看。在天空上吗？把眼睛闭起来看。哎，用心感。在哪里？用心感受。你去过中国没有？弟弟去过中国没有？弟弟去过没有？弟弟有啊。有。啊、那他都不知道，他又假装。假装。嗯，来吃饭，吃饭。好了，吃饭了，我去机场了。嘴巴，嗯，快点。今天今天过完圣诞节可以过来。啊。你们明天再来吗？可能跟我老婆去吧。我们明天，我们一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了。拜拜。刘凯哪里？拜拜，给我退一下机票，给他买。你们明天再来吗？拜拜，不来了。上次问我带什么东西，我问这个东西。你们明天再来。拜拜。过一段时间就会来了。走，过段时间就会来了。走，跟叔叔说一下，走。拜，Lucky， 拜拜诺。你手机拿了啊？嗯。把手机拿了。包拿了哈。
啊，走了，拜拜。还有一贴。啊。那膏药不要忘记。哎呀，膏药，好了。膏药是很重要。走了，小爷，拜拜。拜拜啊，拜拜，拜拜。这边走，这边，这边，这边。好好好，这边。我前面掉个头，没事。拜拜，拜拜。这是客车吧？车怎么也停下来了？我们现在就要去机场了。20天的南非之行就结束了，圆满吧？嗯，停车的人还记得我们。You go this way. OK. Yeah. 我去。对对对，干。OK. Yeah, you go. Thank you. 微信。Oh, this lady likes to be missed. Oh la la. Thank you. Thank you. But she's not my type. Don't mind. Send to Europe. It's video. Video. So, Kutra Pepe and Lasse Lasse. Yeah, this one. This is my ex-girlfriend, this one. Want to be in the front page of London. The second girlfriend. He's my fiance. But he didn't pay it no more yet. We are still on hold. 直接停好就行了。直接把车停到那边就可以了。停那边他稍微看一下就好。要停到还车的地方。我们刚才加满油了。上次在德巴那边就不是这块。每个地方不太一样。一点点不一样，反正找他们公司的人就对了。好了。